刚才是说那怎么做出来的啊，看着吧。你们瞅瞅啊、哦、这果汁儿啊饮料啊就别喝了，这是啥玩意儿啊，瞅瞅我也教了，我陪着照顾。敢吃吗？这样打会不会中毒啊？哎，不管他，我靠，不管他，你们自管卖啊！气味太呛。看看你们吃的香蕉，都用药水泡过了。还够啊！地沟油有官方批准呢，我也不知道现在哪个官方能批准掏的地沟油。他说他们掏的地沟油有合法手续的，我是希望有关部门能检查一下他们合法的手续在哪儿。希望大家能看到这视频，都给我转播一下。蛮篇全网实拍视频群社区，微信搜索 MP7237 MP7237， 关注后即可免费进群。